来不得了了，好玩的无尽对决来了！哎呀，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啊，我都还没决定好哎。哎呦，可以不要这么快吗？好，这去追求快速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加我的话，就是收圈子好了，因为太多人取我的名字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加到我。要不然我最后再给你们 ID 看看好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取我这个名字哦，哎呦，大家会很怀念的游戏。其实我这游戏有手出啦，哎，我先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所以我们描述要出雏形爆发爆发，超级好玩的一手游，我说真的真的很好玩。然后这只我不知道我没有，我不知道这只很像是我第一次玩诶。其实我一直蛮怀念这个手游的，因为我之前在玩那个《哈利》，你们有印象吗？就玩得很开心。又遇到新手了吗？直接电的啦！还给我那个是怎样？二技能是瞬移。你们对这个技能觉得怎么样？诶，这个技能其实我有点印象诶，就是可以往前瞬移这样。要玩的就加我，会那个的，很像设定可以改吧？你们去改，你们去改一下。那技能可以当位移，诶，我有点那个，等一下哦。这设定要改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开高登了。还是网络，等一下再改一下。哎，其实我的一技能蛮痛的，啊！他射线，他射线，他射线。哦哟，可是我觉得这只技能有点……那我跟你们说，这游戏最不懂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在线出装，跟传说一样，所以这游戏可以说是真正的传说对决二。OK，不要逃走，这倒蛮像罗的，对啊，这只很像罗。这所以说应该一场蛮快的啊，玩到大学了，这样啊，诶，那蛮像罗尔的啊，这个捡 CD 嘛，你可以骗他哦，再逃走，可以耶，哇哦！毁掉电报哈？为什么会那个啊？应该是我开那个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下去查一下。我特别想想 gank 我诶，他不知道我是老手是不是？哈哈，一直要跟我打一套呢。可是照理说，我们遇到对手也是很 OP 啊。啊，我好怀念神乐哦！我最怀念的是神乐跟那个哈利，那个米娅大家应该蛮喜欢的。哦，塔被改成两层，因为这游戏拆塔太快了。可是我觉得不影响。哪有变快呀、啊？这大局是怎样？哦，我们一技能很痛了。爽快呀、啊！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传说对决。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其实这个模式就是要再拼连杀的啦，要不然它跟玩那个 AIN 有什么不同？我说他要再玩那个几连杀、几连杀这样，你看非常精彩。
不知道这个大绝是什么意思，可以更痛就对了。他写真意呀、啊，该就降冷却了。不行，我要成为 legendary。天啊，这个普攻就是了。不行啊！传说是我，我是传说。回家了吗？对啊，他说冷却啊，只能靠我带风箱了，我觉得。那 这就其实不强诶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哈利比较强。二技能有伤害，二技能有伤害耶！我们不能用来逃走，就跟罗一样啊。对，跟罗一样。这标题再打个罗儿这样子吧。不要不要，再加个修掉。哦，够港罗儿呀！哦，所以其实是二技能无敌啊！是二技能无敌啦！哦，我还要底下研究这么久啊！进来，我们摆出来，有没有人跟我玩的啊？谁加我就邀你们进来了，好不好？玩这个拍这个游戏就是要玩的就进。先把血量弄低，再看看要不要跟他跳。我记得玩这只的都很强。哎，我教你怎么秒杀他。帅啊！不然血量还比较低啊？为什么队友一直死？哎，我装备怎么也没有再出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相信无敌。这是什么角色？这天。是不是？我他跟我打，那就是 Tank 吧。哦对，诶，我还有守住那个奥奥什么的，那个公主。
但就是孙悟空啊。为什么？哈里斯，这是很像后来新增的吧？之前是不是没有？不过我觉得我这局遇到对手队友很奇怪。这场应该是新手场。应该可以一打五了吧？我进场看看。我就很像罗尔，可以一直这样顺，你看。谁一直抢我头？我的目标五连杀。而且金币好像也蛮好赚。还是你看一下我的号，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加我。稍微看一下，但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加我。要怎么加我？这样就，这里。